2.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的和恩典当中。怎么样能够每天活在主的爱中？这一系列我们在分享。我还是要说，当你回应神的呼召，在神给你的位置、神给你的方向、神给你的道路上，你一顺服，就进到神荣耀的祝福里面去。而当神的那个呼召临到的时候，人怎么回应呢？好像撒母耳他找到了神所验中的那个人扫罗，也照着神的吩咐去恩膏他。然后撒母耳告诉他说，你接下去会遇到几个凭证，几个证据，那几个证据证明神真的拣选你。而接下来神也对撒母耳说，透过撒母耳要告诉扫罗，提醒他说，第一，时候到了，这些印证都临到的时候，该起来的时候赶快起来，不要拖拖拉拉。再说你生命的教练吹哨子说寇少恩上场，你早该预备好了，不是那个时候还在那里想说，那我的球鞋呢？我的装备呢？不，那个时候是应该赶快趁势而起的时候。而另外一方面，神透过撒母耳提醒他说，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等候七日，等到神的指示临到的时候，趁时而起，起来做，做什么呢？做神要你做的事。所以这里的另外两个字叫做等候。扫罗一生里面，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败在这两个字上。一方面，该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不敢起来；而另外一方面，该等候的时候，他停不下来，自作主张又跨出去了。这两件事，我想是给每一个你渴望神在你的生命当中用你做成他荣耀的事情的人的两个提醒。第一个，该起来的时候不要拖拖拉拉，不要在那个时候又瞻前顾后；第二，该等候的时候不要冒进又贸然冲到前面去。等候，我不知道你正在面对些什么样生命里面的光景，但是对我自己而言，我每次读到这里都有很多的提醒。我觉得就是我的人生，非常多的时候好像我很羡慕被神用，可是真的神的呼召来的时候，我又会考虑好多，我的个性里面就会担心，哎，我会不会做不好了？哎呀，那其实他不是更合适吗？哎呀，那要很麻烦，那要付出很多的代价，以至于好多次我都觉得，主啊，我是不是错失了那个你原本在我生命当中对我的命定？可是机会过去了，你就真的抓不住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曾经听过一些长辈说，他说，机会好像一个人很有意思啊，他前面有头发，后面是秃的，也就是说他在前面的时候你可以抓着他，你可以逮得住，但是当他一走过的时候，到了后面，他后面是没有头发的，你再想抓就抓不住了。 timing 真的很重要，当神给你呼召的时候赶快抓住。而相对的，当神的话还没有临到，神的启示还没有临到，神还没有指示你该怎么做的时候，不要冒进，该做的时候赶快起来做，该停下来等候的时候千万不要代替神说，主啊，你说我现在该怎么说，主你不说，不说我就自己做了。求主帮助我们，这两件事真是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提醒。你正在面对生命一些重要的抉择吗？问主，现在是该我起来的时候吗？还是现在是该我等候的时候？
you